跟老鱼聊了半天，渴死我了。不要！这水什么味儿啊？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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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啊，王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？我裤子都湿了。水，洒的水，想什么呢？是我不好，没有料到事情的后果。我对不起大家，谢谢你们。两年了，终于又见到兄弟们。啊，不客气。对啊，你发狂的时候嘴里喊了个什么？小金？那是你兄弟吧？他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看来龙鳞草和返魂香确实会让人发狂。那你中毒之后什么感觉？头痛欲裂，看到袁墨身上绑的血一样红的绳子，血目刺眼，好像有股强大的力量在吸引着我，朝他走过去。你说说你们，捆我就算了，好死不死还找了根红绳子，差点害死我。难道说，中毒之人会把红色当成攻击目标，要曹货？你们记不记得当日那宴会中央铺着一条红色地毯，还有花小娘丢给窦淳的扇子也是红色的。这么说，是有人故意对曹货下毒，而他真正目标是窦淳，所以不是要毒害漠北商会的会长，而是要借其发狂杀害窦将军。走，我们去见大都督。走。哎，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我们，是你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可不去。
你脑子还有些用，我需要你继续分析。哎，我又不是你们私房管的人，我凭什么听你们的啊？给我松开，松开！哎，哎呦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你的胳膊。啊！王昆武，你个王八蛋！我跟你……啊！啊！王八蛋，你只有这点本事吗？来呀，来呀！好吵！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去还是不去？啊！哼，走。哎，好嘞。比我还狠，好厉害！我想学。哎，昆吾啊，干什么干什么干啊什么？哎呀，一点正形都没，一边玩去！啊，说把他带走。孩子，你真好。哎，你这是不重要。余关主有何吩咐？啊，休班之后，把东院的办公所腾出来，你们还是搬回西院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之前是你们西院抢了我们东院的任务，结果怎么样？窦大都督府上发生命案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西市的漠北人本由曹霍管着，结果现在端来朝我们要人，还有湖上宾客也全都滞留在府上无法脱身。短短几日，你们西院闯了多大的祸事，你不清楚吗？昆吾啊，之前你们确实也辛苦啊。秀叶，那之后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东院了。西市的漠北人虽然不多，但是好勇斗狠，最容易闹事儿，一定要妥善处理，不能再出什么幺蛾子了，知道吗？请馆主放心，哎，已经让素素去办了。专业的事，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办，您说是吧？啊，是是。从今天开始，大都督府上的事儿就交给东院了啊，你们西院回去盖好章子，这是命令。等等。其他人回不回西院我不管，我身为法曹参军，我现在要求王昆吾协助调查此案。华妹，我东院也可以协助你调查。你？好啊，那我问你，曹霍怎么死的？案发现场情形如何？凶手真正的目标又是谁？真正的目标？这么说，这个案子还没完？余馆主，事关重大，我觉得应该……行了，小秋秋。你要是再啰嗦，那个窦世伯命就没了。世伯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向管家，在询问宾客之前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尉迟姑娘，请问。当日的宴会会场是谁布置的？是在下。这么说，大都督桌下那条红毯也是你铺的？啊。大都督乔迁新居，府上披红挂彩，主要是为了图一个喜庆，都是一些很寻常的宴会布置。怎么？这跟曹霍的死有关吗？哦，没什么。当日参加宴会的宾客都分别住在此处，如果你们要是想问话的话，就请自便。江某，就先不打扰了。有劳。这个管家说的也有道理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那我们分头询问吧。你俩。去内间。哎，王昆吾，就这么不把我当外人啊？把我当成你下属了吧？我觉得花小娘的琴弹得不错，但我不爱听。哎，可算是来人了，二位是来查案的是吧？我跟你们说啊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，这个曹霍的死肯定有问题。哼，挺自来熟啊。走，二位请坐，坐坐坐坐坐，请坐请坐。哎呀，来说说吧。你们还记得那个曹霍被鬼魂附身之前发生了什么吗？大风吹灭了烛火。在之前，花小娘午膳。没错，他刚把扇子丢给大都督，紧接着烛火就熄灭了。然后曹霍就疯了呀，所以这个花小娘绝对有问题。小兄弟，你看我给你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，是不是可以先放我出去了？对不起啊，还不行。那
你们要管我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别人还好说，可是我手头上还有好多生意着急着我去处理呢。还有更要命的是，这个四方馆发放的过所马上就逾期了，我要是再不续签的话，我就被赶出长乐了。我，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就是，就寻常生意。我若没猜错，你是做香料生意的吧？啊，曹霍县的那个返魂香啊，就是从他那买的。兄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返魂香我店里是有卖，可是我这么多店，你怎么就知道是从我店里给买走的呢？就算是从我这儿买出去的，那我也没杀人啊。你们昨天也闻那香了啊？是鬼魂附体。对对对，就是那韦云奇的鬼魂附体。他他他他他他，紧张什么？谁紧张了？我就是。哎，你们怎么没做笔录呢？二位不是京兆府的吧？四方馆的？都不是。你看看这样怎么样？这个钱呢，您拿着，想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。您想啊，您又不是官差，这不算违律。我是真的耽误不起了呀，我。这我可真办不到。啊，懂了。花娘子仅凭一把琵琶便能演奏出气势恢宏的破阵子，王某佩服。王圣人过奖了，奴家十年如一日勤加练习，方得此曲要领。十年？此曲在宫廷内演奏也不过二三年，你是怎会在十年前便识得此曲啊？王圣人有所不知，此曲虽是宫廷之乐，最初却是出自军中。当年当今圣上还是大都督之时，大破贼寇之后，以军中旧曲填新词庆贺，这便有了最初的破阵子。算来距今正是十年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既是军中之乐，你又怎会弹奏啊？怎么，这与返魂杀人案有关？奴家不过一介弱女子，有幸被大都督请来助兴，谁知竟然遇见了这样的事儿。王舍人，你可要为奴家做主啊。昨夜你被大都督献舞之时，为何要将红扇丢给他？王圣人竟然不知。看来王圣人很少去烟花之地。奴家向来以红扇助舞，宾客们也都以拿到红扇作为一大乐事。那把红扇在哪儿？赠与大都督了。怎么，王圣人也想要？只要能让奴家离开这是非之地，莫说是一把红扇了，王圣人想要什么都行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可什么都没想，心虚什么？问出什么来了？这个花小娘通晓军中之乐，不太寻常。哼，还是听曲了。哎，你
有钱的感觉真好。沈甸甸的感觉好棒。干什么呢？哪来这么多金银啊？玉石姐姐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个湖商管风有问题，他其实是香料商人，返魂香也是他卖给曹货的。还有，他用这些钱贿赂袁墨离开这儿。就是，还想贿赂我？你不看看我是那种人吗？你是啊。我怎么是了？我试试。哎，大哥，哎，我真的是被冤枉了，大哥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抓错人了，大哥？哎，啊，是你们是吧？我不是把钱都给你们了吗？我，哎，大哥，我真的被冤枉了。哎，大哥，还想狡辩，人赃并获呢，还想贿赂我们，哼，门儿都没有。走，还是吃饭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拿出来。拿什么出来？少跟我废话，别逼我动手啊！你什么时候藏的？王坤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是欠你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还有，没了。你看，空的，没了。不，哎哎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不是。我找了这么重要的线索，我稍微拿一点，怎么了？这回真没了啊，空了。玉石姐姐，一定还有。男人，在，帮帮他。哎，没了，没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到，没了，真没了。再到。不是，哎哎，王坤坤，你信我，婚我还没给你算，没了，真没了，哎哎。听说王坤国被老于训了，不让旭儿插手大都督的事，好不容易争来的差事又被安修玉抢走，这往后的日子老纪他们又不好过了。没办法，谁让他们西院人微言轻呢？你怎么不想办法帮帮他们？比如找出凶手。免费帮人的事儿我从来不做啊，你品，你细品。哎，老板，来一份。好嘞。啊，哎，你拿好。你就请我吃这个啊？这不就是面渣渣裹上点胡麻？抠门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面渣渣是上不了席面，在点心中也根本不入流，但是裹上这个胡麻一炸，哎，又香又酥又脆。简直是绝味，我告诉你。上不了席面不入流。有了。什么有了？我一直在想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，该是什么呢？嗯。我终于想到了。嗯。这面渣渣上不了席面不入流，你呢，同样也上不了席面不入流，惹人嫌弃，所以应该叫你人渣渣。人渣渣，真贴切。安舍人，有事啊？此案远还没有结束，既然安舍人接管了这件事儿，容王某提醒一句：提防花小娘。王坤武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我最讨厌的，就是你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还提防花小娘，我不知道提防吗？用得着你提醒？你凭什么总觉得你比我强？王某向来未曾这样认为过。那你为何处处同我竞争？王某从军籍下放此处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只有熬出升天，上头才有可能将我调返军中。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。你在四方馆拼命做事，为的是能离开四方馆。信不信由你。查查他。是。
你是说，贼人的目标竟是大都督？没错，经过我东院的一番调查，凶手的目标就是窦大都督，所以今晚，大都督必须移驾到安全的地方，严加看守。哦，安世人，请看，此处四面环水，只有一只小船摆渡其间，我已命人在岸边加强守卫，只要这个贼人下水，必将其擒获。原来江管家早以为世伯想到安全之策，休亦佩服。请江管家放心，我东院和京兆府的官兵定会彻夜看守，保证一只鸟都飞不过去。安舍人费心了。修义见过世伯。修义，我。世伯，修义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告。何事？此处虽为万全之所，但众多宾客中，世伯需提防花小娘。他？世侄啊，我看你是小心过头了。花小娘，一个区区弱女子，就算她想杀我，又能成什么事呢？这几日你为我奔波劳碌，也是辛苦。今晚陪本都督喝上几杯，如何？恭敬不如从命。休一敬世伯。哎。大都督虽然从容不迫，但贼人尚在，不得不防。花小娘仍需特别照顾。既然他嫌疑最大，你又如此放心不下，那江某便亲自看管，劳烦安舍人守在门外，以防万一。放心。谢了，照顾不周了。江管家，这是何意？为了大都督的安全，江某决定今晚亲自作陪，还望花娘子不要见怪。你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今后我如何做人？花娘子放心，江某绝不逾矩。公子，啊，没事。公子刚和大都督喝完酒，喝点粥暖暖胃吧。谢谢。要不，今晚公子先去休息，速速替公子守着。也好。辛苦了。Thank you.
从血迹的凝固程度上看，应该死于昨晚子时前后。尸身上有凌乱的刀伤，一共三处，出自同一凶器，集中在胸腹，深浅不一，但致命的一击在这里。昨晚子时你在哪儿？昨天暗杀人，向大都督禀报，说黄小娘有嫌疑，所以我昨天晚上都在她的房间看着她。可有异常？她一直熬着不睡觉，弹了一整晚的琴，我估计她是担心我对她有所不轨。可曾出过房间？不曾出过房间，暗杀人在门外守着，她还可以作证。你昨晚整晚都在。我在还是不在？昨夜我与大都督饮酒，后来倍感困倦，就先行离开了。但是素素一直都在，还有东院的人。我整晚都在外面守着，包括花小娘在内，府上没有任何宾客出过房间，且我问过侍卫，昨天晚上没人下水，所以凶手不可能是从外面进入湖心亭的。见了鬼了！我叫你提防花小娘，你干了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们听了你的，整夜守着花小娘，可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，是不是故意放假消息戏弄我？你放屁！就是恨我抢了你的功劳，所以故意下头让我出手，是不是？我没那么无聊。哼，是吗？放着好好的明威府果毅都尉不错，却偏偏跑来我们四方馆当文职。你那些丑事以为不说就没人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坑害同僚不是你王生人的拿手好戏吗？当初在大漠那几个军中兄弟不也是被你害死的吗？你不配提他们。住手！都这么没规矩了吗？啊！这里是四方馆，不是什么阿杂之地。都出去。让我怎么说你们俩呀？啊，平时吵吵两句也就得了，今天怎么还当着同僚的面动起手了呢？不管刚才的事情因何而起，王舍人，以后在四方馆绝对不可以再动手，听清楚了吗？规矩就是规矩。别看我平时嘻嘻哈哈的，但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绝不姑息。安舍人，有些话可以讲，但有些话就是不能讲。听明白了吗？同样的道理，有些事情可以做，但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做。让你们接待外观就接待外观吗？那守夜的活为什么往自己身上揽？现在安少卿问我，这窦纯的死跟咱们四方馆有没有关系？你让我怎么解释？安少卿那里我自然会去回话，绝对不会让玉观主为难。苏苏，带安舍人去处理一下。是。安舍人，王舍人，我求你了，别再自找麻烦了，好吗？你也可怜可怜这四方馆几十号人，都靠着这碗饭养家糊口呢。兄弟们，
王舍人，谭侍郎，您怎有雅兴来此处啊？本官闲时常来此施酒，你今日不当值啊？我本就不属于四方馆，您可有兴致共饮一杯啊？好啊，让回酒。是。坐。你被贬四方馆，是因为他们吗？你的事，本官略知一二。你是想回到军中吧？我想回五州，剿灭污蔑人，为兄弟们报仇。污蔑人声名莫测，你就算回到了五州，怕也是找不到什么线索。王魁武，你对被调到四方馆怎么看？上头对我冲动行事的惩罚。你看这酒壶，段少之前不过是泥胎，段少之后方可成为有用之器。王魁武，这四方馆乃是天下消息最为灵通之所，于你而言可以是囚笼，更可以是段少武器的窑炉啊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王魁武，为了报仇，你可以等多久啊？放开！一起把凶手找出来，不就不烦了吗？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很快整个长乐城就都知道金兆福是吃干饭的了。干嘛去啊？哎，我这么努力，就是不想给我阿爷丢人。干嘛呀？这么大火气！你来干什么？来给你降降火啊。有线索啊？你可别忘了，凶手的目标是窦纯，还是我推断出来的呢？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瞎猫遇上死耗子。大运化有进步啊！你不是瞎猫，你去抓个死耗子给我看看。这小子人虽然讨厌啊，但是本身还真有点。他是无利不起早。说吧，什么条件啊？身为大庸子民，难道我连追查真凶、还死者一个公道的觉悟都没有了吗？说人话！养婢女，缺钱。你说尸身上的三处刀伤深浅不一？没错，我推断是凶手在行凶时情绪不稳所致。还有第二种可能，凶手不止一个人。这我也考虑到了，的确很有可能是多人作案。还有第三种可能，凶手只有一个人，他这么做是为了迷惑我们。也有道理，还有第四种可能。哎，不不不，没有第五种了，但真的有第四种。说，凶手猜到了我猜到他在迷惑我们，所以故意做出迷惑我们的样子来迷惑我们。什么？晕了吧？没关系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凶手是怎么通过层层防守，登上这个亭子的。没什么。有什么吗？没有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是大都督昨晚喝的酒。
怎么了？味道不一样。这是一种酒。酒是一种酒，但酒杯里比酒壶里多了一种气味。被下药了？安修义昨晚也在这喝过酒，事后便倍感困乏，很快就睡了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重要证据。啊，在哪儿？看。二叔，来。来。暗道，下去看看。好，还得靠我自己。哎哎哎哎！哎，他们回来要是没事的话，你陪我下去看看呗。玩呢。你走前面，来。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。刚路过岔路，前面不会有人知道我们进来了，后面可就不一定了。好黑呀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有火折子不早拿出来。是啊，本来我们就是来吃饭的。抱歉抱歉，耽误我们时间。早就说了和我们没关系，非要把我们关起来。哎呀，好了，早点回家吧。平白无故关我们这么多天，这算什么事儿？是，照顾不周，照顾不周。江管家杰，凶手已认罪伏法，此案能够顺利结案，多仰赖你的帮助。这些日子你们也辛苦了，主上心丧，恕不愿送。你们四个跟我来。杨木这招可靠吗？万一那帮兵哥跑了怎么办？这小子脑子还挺灵的，可以试试。另外还有件事，我得回四方馆问清楚。老于，这次真的已经水落石出了？我不信呐！你少蒙我，这事你蒙我多少回了？呈报红露寺的折子，我是撕了写，写了撕。我多大岁数了？我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这次是真的，绝对盖棺定论了。那行，那你告诉我凶手是谁？还没抓呢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就忽悠我吧你。因为在抓凶手之前，有件事儿，还得请余馆主帮忙。哎，行，只要赶紧把案子结了啊！你说，你说。凶手虽然已经确定，但杀人动机尚不明确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京兆府暂时让所有人恢复了自由。一来是可以暗中监视凶手，二来是可以好好的向余馆主请教当年韦云起谋逆一案的前因后果。韦云起？嗯。这案子跟他关系大吗？十分重大。谁把玲珑心肠
披一袭花裳，消磨多少过往，去奈夜的长，负罪负心负思量，谁知一句黑白，我一场较量，只为是非对错，把风云平降，且哭且笑且登场。旧故事拨云见日，唤醒滚烫，那些年那些不安，何曾遗忘，不过学会了伪装，心还放浪，其实也渴望星光，不知者为我喝酒，向我轻狂，唯有你闯入荆棘，拥抱了伤，曲跌冲破了阵亡，寄予心上，从此不再流浪。问此生繁华三千，我心何往，转身向长烟大漠，燃尽光亮，不争虚，只待回望，笑看万户花灯初上，换天下长乐四方。